she's keeping it from others.欢迎，那个欢迎叫上。挺好，很好，就说你看这挺好，马上冬的来电，很快的事。你先问他们呢，我给他等半天了。我排线了。今天的时尚活动终于结束了，现在是5:30，我是11:30离开家，然后你看现在5:30了，就是比我想象的规模大。把衣服脱了，就还没脱衣服刚进屋，我想着说趁着还有这个
活动的这个余温，它是很多的设计师然后参与的一个活动，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活动，还不错，就是有兴趣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还是很喜欢。哎，今天这个请的组委会请的这个发型师也好化妆师也好都是专业的，不是像之前那个是学生，所以哎好多了。我感觉首先我这个头发哈，因为那个设计师呢要求把头发盘到顶上去，梳紧盘到顶上去，我这个头发没法弄啊，因为你看这底下这一堆就搂不上去就掉下来。我那个服装呢是这个领子后边这么高，然后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跟那个发型师说，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就把上面给我梳上，下边的梳不上去就留在下边啊。他说好的。然后那个因为我的头发哈、啊、又硬然后又多，其实就是硬邦邦的在上面又不长，可难做出这个丸子头了哈。这个发型师有经验，他也没有用像我们以为是用那个，我是用这种皮筋儿啊，他也不用皮筋儿，他用这么长的掐子呀，掐得紧紧的，然后就开始就是往下撸撸撸，然后就给我做出来一个这个造型呀，蛮喜欢。你看还能做出这么大的丸子头，里边是空的，哎，这个发型师有经验。然后现场吧，大概有四个化妆师，四五个吧化妆师，然后我扫了一圈呢，我看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成熟，然后我就让这个男的给我画哈。哎，你看这次化妆可比上次那个好太多了是吧，这次妆画的非常好啊，他是给我腮红打的这么大呢哈。这个妆你看，这个眼眉你看人家画的，这个眼眉就是很自然。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的好处，就是我之前不爱打粉底，就是因为打完粉底呢，本来你平时没有皱纹的地方你全出来了，可是今天我觉得你看，你看这一天了哈，你看这个这出来的可不算多呀，这脑门肯定没有，就这个很好，因为这个化妆师有经验，哪哪画的都很好，就很喜欢。成熟果然是不一样哈。去之前哈，老师还说，你们可以自己在家化好妆，就是包括头型，不要到那儿去弄。他说没有时间，不见得有时间。其实我去的早嘛，所以还是有时间的。而且我觉得，哎呀，比我自己弄好多了。因为我自己在家哈，我自己也尝试去把头发盘上。根本就盘不成功，最后呢就揪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揪揪，因为是一个实心的，不像人家里边是空的能弄这么大。就是总而言之，今天的妆和发型我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这个头发我不染头发，所以说我这个白发呢就在鬓角，而且呢就不多，其实就这么小两小绺，特别像那个挂耳染。可是呢平时哈，所以我梳我那个发型别的地方都不白，所以完全没有问题，我就不需要处理白头发。可是今天这一盘上哇，白头发全出来了，就这两侧看这么多，然后这上边你看，我去年前面还没有，你看我现在这块都有白头发，这儿也有了，这块还没有，就是你看已经长到这儿来了，就马上我估计再有一年可能这儿全都有了。然后就是今天哈，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白头发露出来了，这个白头发是我以前从来，我那个发型根本露不出来，而且我这白头发特别有意思，就这么一小，哎，就挂耳染这样。然后今天一露出来白头发，把老师惊呆。老师说哇，他说你有白头发，他说我一直不知道你有白头发，他说你这个必须得想办法，你得把你这个染一染。老师说这白头发一露出来，一下子差10岁。摄影师是个男的哈。之前有一天他就教我说，你这个头发你这个地方要留点刘海，然后呢说的要烫一下，你要没有那个烫的东西呢，你要用一个棍儿，然后热了给卷啊，一本正经的给我讲。我想法那个，你那个用那个棍儿卷头发，那是我小的时候干的事儿，现在哪还有人用那个哈。然后今天又给我一本正经的推荐，告诉我说你干脆把这个地方给它染成白色的，他说以毒攻毒。我说你说的对，有那种一次性的，就是万一参加活动了我给他这么刷一刷，然后平时放下其实我不影响，平时没关系。说一说就是走那个模特哈，因为我不是近视眼嘛，我走模特步的时候呢我都是不戴眼镜的，不戴眼镜说实话就是平路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今天哈，就是因为在室外，
哎呀，在室外呢，它是要下几个台阶的。哇，这是我特别，我是从小下楼梯就费劲，就不能像人家孩子噔噔噔噔噔跑下去。我从小下楼梯就得盯着那个楼梯凳一蹬一蹬的下去。然后这个年龄大一点以后呢，我下楼梯我都喜欢扶着楼梯扶手。你说这个走秀哈，你需要就是那么多人眼睛看着你，然后这个好几凳有五六凳吧。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没带近视镜，就是我要看清楚这个一凳一凳这个才能下嘛。可是我不戴眼镜呢，我就看不太清楚。哇，我得使劲盯着这个，这是我对我来说下楼梯是个特别有挑战的事儿。因为豆角哥都知道我下楼梯我都得把着，就是我记得我30多岁的时候吧，上下下楼梯就比别人慢，就是小心翼翼，人家那时候就说你怎么像老太太一样下楼梯，害怕就老怕崴了脚啊或者怎么样的，又穿那么高的高跟鞋，你说是吧？因为吧我也没有别的白色的鞋，就一双高跟的，其实今天室外应该穿矮一点的，可是没有啊，就穿那个高跟鞋，跟又那么高，还要下楼梯，眼睛还看不见。哇，这个对我来说太有挑战了，所以我很紧张。那个豆角哥说我的这个他看的感受哈，就是我是完成任务就急急忙忙的就走了，就是做造型啊做亮相做的少，这不像人家我后边的那个队友哈，人家就不停的展示不停的亮相，我呢我自己心里是觉得我下去了，我到那儿做了个亮相，然后我走到中间亮相，我走到前面亮相，然后我回来其实还要转个身亮相，我就忘了我就走了，我就想终于结束了。所以正角哥能看出来，他说一看你就是属于那种完成任务就赶紧走了，他说你后边的人家那个队友人家就是哎呀就是恨不得不想下去，你看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这个还需要锻炼，就是说实话就是摆 pose 啊什么的我还是差得远，差得很远。现在呢就是你去走的多了一些了呢，就是懒了就不练了，就觉得哎我都能应付哈，就是差不多就行，有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没有练。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些舞台的经验是慢慢越走越多，还是不错的。我第一次拉了一个拉杆箱还拎了一个大白包，终于就是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拉着拉杆箱就是去参加所有的活动都拉拉杆箱呢？就是那里边他们会带好几套衣服，包括鞋呀好几套衣服，所以说一个拉杆箱都不够，还要再拎一个包。就是因为我们每参加一个活动呢，它中间一般来讲都有好几个小时的空余时间，这个空余时间呢就是拍照的时间，所以呢就是你想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拍好几分钟，那你说这一圈一圈有的时候我们都20几个人，所以说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拍照吗？我之前呢没有拿过就是这种行李箱哈，我也没有带这些拍照的衣服，所以就导致每次参加活动呢人家拍照的时候呢我只是穿着我平时日常，就像我那天穿那个羽绒服，就是那天就是老那个摄影师都说，他说你这有啥拍的啊，你这个最多把羽绒服脱了拍拍里边，然后那个穿个毛衣了外边穿个羽绒服，也最多是这样的，不像人家一套一套一套的换。我想着说哎那我也那个啥吧，也对哈，你说大家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了，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我爱拍照哈，哎呀我跟这些队友比起来我简直是就是最不爱拍照的一个人了变成。我跟他们带的衣服不一样，他们呢就是每次带的都是那种夏天的衣服或者晚装或者什么样的哈，就是不管在室内和在外边他们都是穿那样的衣服拍。首先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因为现在是冬季哈，我带的就是冬天在外边穿的衣服，街拍嘛我就在外边穿就正常穿的衣服，我也不觉得有必要说是那个冬天拍夏装，然后那你说把自己冻得够呛是不是，冻感冒咋办？所以我今天带的是一个灰色大衣，穿了一个蓝色的那个毛毛的大衣，带了一件这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说实话你要是不是参加活动哈，平时也没穿过，然后今天穿呀这个还是挺暖和的。而且我给这个皮草呢我金色的切尔西靴，那个金色切尔西靴哈还是一个就阿卡尼 studio 的，还是个挺不错的牌子，还挺贵的买的。
然后你看就好几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穿。今天配上这个啥，这个皮草哈、啊，配金色还真是好看。哎，我觉得我穿了个白裤子，配了个金色的鞋，然后配这个皮草，挺好看的，挺满意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们一个摄影师哈，你说这么多人想拍照，所以到我的时候呢，就没有多少机会拍了。我今天好在有豆角哥，所以说他在等摄影师拍的时候，我豆角哥就不停地给我拍。我觉得豆角哥拍的一点都不差。这一个活动又结束了，哎呀，就1月27号我们还有一个活动，然后2月10号有一个活动，2月14号有一个活动。你看，然后三月份老师今天在现场。非得让我们报名哈，就是有一个温哥华有一个叫模特大赛，因为我这个我可真不想去参加。说实话，模特大赛那是专业模特的事儿，你说我们这种中老年模特队上去凑合啥呀？可是老师非得让我们报，所以现场我们每个人都报名了，然后还交了100块钱，其实是赞助什么什么儿童的，然后一人交了100块钱，报了个名，要3月份。要模特大赛吧，就积累一下舞台经验也行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哟，这灯一关了以后，这个妆反而更好。那学习学习人家这个妆，他还画下眼线了。好，他画的这个妆我很喜欢。